我那你真今的，天你想来干嘛呢？我觉得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如果现在跟他分手的话，真的挺舍不得的。然后我希望他可以为了我改一下子，然后我想跟他结婚，就是可能是有点早，但是我就是想要他的答案。他当初把我留在这边的时候说了是要结婚的，可到现在他只字不提，我就想要一个答案。那个结婚我是肯定会跟你结婚的啊，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太小哦，我们还年轻，嗯，趁这个时候应该奋斗几年。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对对对。姑娘见过她的家人了吗？没有。哦，她也没见过你的家人？没有。她跟我父母就是有了冲突嘛，我就想让她回家跟我缓解，可她就是不敢见我的父母。不不不，你看啊，她也不陪你对吧，他还撒谎，他对你父母态度又不好，那你干嘛要嫁给这么个男人呢？别嫁了呀。可是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总是舍不得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挺好的，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，除了在寝室剩下的时间都跟他在一起。对，那个时候为什么有时间跟他在一起，现在不行了呢？现在工作挺累的。对，就工作，你可以工作嘛，工作完了之后呢，回来朋友让我跟你打游戏，我想放松放松吧。你这么说吧，现在游戏比他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反正也不是，我觉得我现在有一颗爱玩的心还没收回来。啊，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？你说我现在没收心呢，姑娘还回得去老家吗？嗯，回得去。回家呗。可是我还是不舍得。不舍得什么呀？不舍得曾经的，就是那个感情，他曾经还是对我挺好的。所以你现在还要哭着闹着让他娶你，是这意思吧？就是想让他对我好一点，希望他能改一改，回到从前。哎，还喜欢这姑娘吗？喜欢。喜欢你不搭理她？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小，结婚我怕照顾不好她。行，你先不，人家先不说结婚，你现在能不能多照顾照顾人家？能，我知道我之前做的不太好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照顾他，抽出时间来陪他。哎呀，真是太忙了，还要抽出时间来陪他。女生还是希望能够往前再进一步，是吧？对。好，老师们会如何帮助他们呢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